该过来了。我来了，这神器我拿定了。神器，海怪杀手，请走。你可以去单挑战熊啊。单去跟战熊玩一下。你真打得赢他、啊？哦、那个是战熊哎、欸。随便插、啊，你那个几率也太低了吧？八滴八滴，哎，还不如你原本那一把，你还是把它拿去卖了吧。没问题啊，这没有道理。为什么一个猎人的血比我多？这次一定成功。嗯，成功的被封锁了。这次一定斩毙。哦。为啥刀会发光、啊、因为那个是稀有武器啊。还是我的回合啦。哦，成功了，可以可以。你这把还是拿去、oh、还是拿去卖了吧。哎、欸、加专注的衣服，哎、欸、加智力的，哎、欸、加智商，哎、欸、加智商的蛮适合你的啊。我觉得你是你现在已经没有救了。孔子都有说过啊，这个粪土之强，发愤图强。他展示在旁边等你们了。哎呀，你又有乌鸦可以杀、欸，三只哎、欸！哇！为啥你的伏击可以一直成功啊？这就是我厉害的地方。戳一下把他戳死了。哎、欸，一个人打经验好多、哦。哎、欸，你刚刚按战斗，你可以杀三只乌鸦，你按伏击就只剩一只乌鸦了。杀三只，我还怕被三只杀嘞，说啥呢？哦，好远哦，那个。来来来，我们开乌鸦。神器好远哦、哎、我好想换武器啊，不救了。你直接换了。哎、欸，你捅旁边了，我 AOE。我现在不能换武器啊。你捅旁边了。你可以联动两下、欸欸，我可以。打右边的是不是？啊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哇！哎呦，怎么会有这个数字啊？原来点满是这个数字啊。哦，然后点满感觉还好啊。真的，我也觉得还好。乌鸦坐飞机。没问题啊，剩下那个我砍。啊，你砍。一刀带走。可以。我可以换武器了吗？你还是赶快换吧，这一把真的有点废。这把真是把垃圾。掉个武器吧，哦呦，传送卷轴，这我喜欢。你不是有一张了吗？我哪有？那个不见了。我是鉴定卷轴啊。给你。猎宝，我来帮你拔武器了。咱的智力跟你一样高了。哎、欸，我有个鞋子哎、欸，谁要？有人没鞋子吗？我有。讲讲看啊，说。哎，拿去给你了，拿去给你。你不是你说有什么样的鞋子吧？加衣坊啊，你有鞋子吗？我有鞋子、啊、哦，那我拿去卖了。我来啦、欸！你会经过我这边就停一下啊，我要给你那个匕首，你去卖了。飞呀、啊！哎呀，居然直接传！我直接传过来了，我来跟猎宝一起玩啊，猎宝好孤独哦。专注87吗？哇哇哇哇！垃圾！这什么垃圾啊？玻璃棒！这什么垃圾啊？卖了。猎宝宝血拿不回来，因为猎宝宝的等级实在是太低了。你叫 JJ 给你那个、啊。哎、欸，你赶快打右边那个怪啊，我们可以升级啊。JJ 给他钱啊。好，我给他钱，我给他钱。我来给你一点小费。Hello。没事没事，我们两个就够了。两个 J 战队的，在那边自己玩自己的。没有，我来处理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比我快啦、啊？因为我有那个啊。你砍右边的，你砍右边的。他刚刚拿了一个项链啊，沙漏。你砍右边的。哇，五个骰子啊，五个骰子也太难骰了吧？我看我成功率，交响乐好了。猎宝宝，你身上怎么冒黑烟呢、啊？印堂发黑哎、欸。我中了两个诅咒。如果有一天你中了五个，一次解，这样比较赚。一样的价钱，你知道吗？你
该不会说那个台南诅咒跟了你快五十回合了吧？有没有看过那个家庭教师礼包？里面有个医生，就超多诅咒的。好、哦，他是很多饼。哎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扛三下。那是蛮王的大招，可以扛三下普攻吧？哦，还不错哎，很适合你啊。那我先去睡觉喽。你要睡觉吗？睡一下你不练等吗？先睡一下再练等啊。你睡了就不能动了，你用那个九块的可以动。啊，没钱。你又不给他钱，刚才叫先补满，先补满。哎，那个，阿爸，我们直接进洞了，如何？还是再练一下？只有聂宝要练啊。哦，那你上来啊，可以进洞啊。我觉得我们的东西很多哎、欸。好，那就进洞啊，怕啥？进洞啊。怕啥呢？山洞布布，来来来，一人一个草啊，用完就没了。这啥、啊？先发。这个给谁？我这个能力蛮高的。我这个，你要自己跑过去哦，别吧。我这个解除武装几率55%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好，你先试试，你先试试。来，我看看，47%。你是不是跑不太过去？我们要不要各自来？各自来！别啊！别丢下我啊！各自来吧！我觉得我怎么样都过得去啊！来，我解除武装！哎呦！哎呦，有我在，有我在！经验哎，可以，可以啊！有我在，到底怕啥？哎，等一下，我就把草分给你们，一人一个，用完就没了。好。然后这个鞋子加生命值。我先穿着好了，好像比较硬。哇八哎、欸，我的天！我八防了，怎么样都不会，怎么样死的都不会是我。您是不是该把钱分一分了、啊？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出去再分呐、啊。其实扒手，啊、欸，为什么他先打到我们了？啊，他先守啊，不坏啊。完美晕击。哦，三 D 可以，这个伤害很漂亮。开玩笑，扒手还没偷东西就不用理他啦。你先打右边那个骷髅啊，有够痛的。我刚刚总共打11好不好？说啥？打死那个骷髅啊！78趴。可以可以，这我收定了，这我收定了。来，大家看好 ，A O E。没有。没有。没有没有。不要理蝙蝠，先射右边那个，那个很痛。A O E， 你跟我也是同一个档次的、啊。啊！还好啊。他都没瞧我。你的血真的好多、哦。换你 A O E 了吧？你有没有 A O E 啊？感觉我砍爬手比较赚哎、欸。咱们 A O E H 他们。好。你砍是爬手。哇！哇，爬手掉下去啦！来看我 A O E 啊，没问题啊。来，我还留了一个给你表演啊。我戳他左眼。啊。直戳。我有。可以，把它做成蝙蝠肉串。经验多多、欸。我要升了，我要升了。你终于要升级了，你终于要追上我们的等级嘞、欸。两等。我有。提高回避能力。我拿。哎，这个我来吧。啊，随便啦，咱拿嘞，太慢脚了。哦，反正遇到锁就把它解开嘛。哎、欸，如果对人遇到宝箱别开啊，我先检查一下是不是怪物。我有那个卷轴，打果冻。哎呦！哎、欸，被偷嘞、欸！哎哎哎哎！他要走了，他要走了。他要离开他吗？如果你不杀掉他，聂宝就没有草了。看你啦，我是觉得不用了。聂宝自己杀他。好，聂宝你自己解决啊，我去解决果冻。哎呦，痛的爆炸！巫师长给我 A。好了，我帮你把胡须拿回来啊。帮手啊。哦，胡须回来了。胡须还不见了。哎、欸，你先。
先射骷髅头好了啦，骷髅头会动两次。真的要中毒了啦！闪避！哎，我闪掉了，还好。哎呀，烂泥。还好我有解毒草，不用担心啊，各位。那我直接杀果冻了，还是杀这个？都可以啊，你可以先把这个给砍死。哎呦，哇！哦，哎呦，哎呦，二十滴来，闪兔！一人一刀，他直接下去。嗯，一人一下他就直接下去了。我先查他左眼，教练。他哪里有左眼啊？想一下哦，这个比较稳。太稳了，太稳了，这下真的太稳了。喂，可以可以，吊大吊大。哎呀，升级。谢尬的JJ number one。哎，这胡须看起来好眼熟啊！我觉得有点眼熟哎、欸，说起来吧。哎，弯错了，弯错了。要去日本啊，记得帮我带一点土产回来啊。没事。好啦，胡须分给你啦。你是谁啊？这个是铁匠来着，妹子妹子，走呗。三胡须。哎、欸，我不是把胡须分给你了吗？走啊，海怪杀手！没拿到，海怪杀手不见了。喂，他断线了。喂，我看到，我看 F Facebook。啊，他断线了，他断线了。海怪有开台吗？阿宅，人咱们就不见了、啊，打到睡着了吧？弹回来了。你咋突然就不见了？去刷卡、啊。弹回来了，咱室友 ，HDMI 线插到二啊，然后自己找了半天找不到。好，我把这个传给你了，这样你就稳了。又是扒手，先打骷髅头，右边那只。好。A 一波全晕如何？不会晕哦，他们。哦，对耶。哎、欸，我骷髅头要发飙了！这骷髅头超级痛的啦！他拿护甲、他是魔、他是抵抗，他是魔法护甲。我把他收掉、哦。你收得掉吗？太扯了吧！基本伤害多少啊？这么屌啊！十六、十七耶！十六、十六，太完美了！漂亮！哎呀！刚刚的扒手情杀，一只鸡翅膀 A， 零滴，始终剑就是不一样哎、欸。他哪是时钟店啊？他那是商店卖的重剑啊，比较烂的。是我见过的呀，圣王。哎哎哎，这个我来吧，我的专注，你看。我专注五格哎、欸。他好像只补三格吧？是吗？收着收着，给我。收着对不对？嗯，我收着。哎、欸，我被受到了幸运的诅咒哎、欸。咱有专注可以全晕哎、欸。幸运剩三十六，你快升级了！我快升级了，是不是？有道理耶，你也快升级啊！讲上上，我想要先吃。算了算了，人家应该会有太多了吧？等等等等，要遇到商人吧？哎，我有钱，我有钱，我买。是谁？他卖什么东西啊？胡须。怎么看他卖什么、啊？我看不到。买点胡须啊！我买胡须，一人一根啊，一人一根啊。好。啊，用完就没了。哎呦，重攻哎、欸，你要不要？不过才十攻击力、欸。看看啊，你要让我看看啊。不要吧，我觉得现在蓝猫用这把还不错啊。买胡须跟黄金根就好了吧。好，走啦，兄弟们走啦，分给你们胡须。咱看不到啊，好想看一下。你别看了、啊，你会心痛，你那个钱。啊，我的
胸口好痛，刷一下。他这边怎么不收信用卡、啊？你这个应该也刷不好刷吧？走吧，哎，开帐篷啦！开帐篷，补专注，谁开？可以。我没了，我没了，你们两开。有必要开帐篷吗？嗯，我觉得你们可以补专注、啊，有点必要。有点必要，好，那开吧。慢。按那个重置吧，队伍重置的样子。有了有了，感谢。有了有了，所以哎、欸，怎么只加两点专注啊？问我嘞。走呗走呗，我等下出去我一定要解诅咒。哎、欸，中间那个很变态啊！哎呀！请同时中间那个。杀掉啊！嗯，赶快捅死他，赶快捅死他。可以。我应该能秒哦。这个做的跟你说的一模一样啊！哎，你们还记得这个家伙吗？他是时间魔术师，勒布朗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被他收漏啊！猎宝最喜欢的，连榜三次。猎宝好朋友。哎，你们一人一只啊！我帮你们都把血量调好了。好、啊，我一只。好、啊，你也一只。喂，砍死你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可以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怎么都不掉我的装备啊？哎、欸，之前来这个山洞，不是会拿到超多的那个？打不死族很痛的棒子，有超多、啊。今天好像都没出哎、欸這個。打这个山洞真的很累哎、欸。真的很长哎、欸。走走走。做啥呢？猎宝请动。哦哦哦哦 ，sorry。哎呦，中间那只很少看见、哎。开晕。三只都防晕哦。开，那你还叫我开运？好，这个我 AOE， 这个我很强。你这好硬哦、喔！哎，我防很高，尽管打，尽管打，我快升级了。你怎么那么软啊？那我先砍左边呢。好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行啊！你砍死中间了。我砍不死他、啊。你是 A O E， 也没那么 A O E。哎呦！哎呦！好，哎、我发飙的时刻来了。哇，你这个伤害无法用数字比拟啊！无法用数字比拟、啊。感谢感谢。我这个一定说。起低，还好。刚那不是我的错啊，几率问题哦。几率来惩罚你了。刚刚不是开过帐篷吗？什么猎宝宝看起来要死？哎、欸，你身上有草啊，自己斟酌一下。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哎，我们都没有升级那个、欸、烟斗、欸。右边的，右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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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右边的。我们一人一下，刚好一人几滴，好不好？哦，我自己收他，我十二滴。好。漂亮。戳戳。漂亮，你戳得死吗？这护甲也直接太高了吧！哎呦，漂亮啊，科长，漂亮！你这个磕的够多，我不怕啦、哦，我很硬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的回合是两次，好不好？哦，那你两次加起来哟，也没多少啊，是三 D 可以啦。哎呀，他防御扣我八点，这样打二十一了，好不好？爱吃鬼吃吃。哎呦！哎呦！哦，对雅人的伤害25%哎、欸，先收着，先收着。怎么收着？直接换了。这里又没有雅人。这个给我吃好不好？可以啊，你时机还没到吧？才两个，你才中，我在累积。你先拿着，你先拿着。啊，你先拿着。总之你先拿着，但还不到吃的时候。我再累积一个。
我是觉得时机还没有到啦。你先对对碰一下。我再对一个发票就中奖。你杠上开花的时候在吃。对，同伴间接粉丝一个月。我有鉴定卷轴。他是宝箱。宝箱。耶、欸。我有开口气。可以直接打开啊。哎，十二块。这哪是宝箱啊，这是垃圾桶啊。你拿你拿。好，我拿我拿。又是谷歌。怎么我们的智商都一样啦。哎，我发现我的骨弓怎么是易碎品啊，很小啊。哪个骨弓啊？我刚刚上一把拿的骨弓是易碎品。哦，怎么可能失败啊？你要甩三个叉也太扯了吧。我也是这么觉得。都没有遇到泉水欸，聂宝。等等要吃我们。我有盲王，我有盲王。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是显示零啊？我们一条命都没掉过啊。我要撞咯。好啊。哦，你撞啊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哦。啊。我先刻一下好了。我没有要刻了。没有啊，等一下就打王啊，那个王没。不会痛的、啊。别紧张，别紧张。别紧张，别紧张。我倒是有你母，加马西那一点。他会吸专注啊。哎、欸，先怼旁边的、啊。先把专注用完吧。啊、嗯，直接。武器狙击是什么、啊？哎、欸，先怼旁边的、啊。不是武器狙击是什么、啊？他怎么没写伤害啊？是啊，可能是让他不能借他武器吧？是吗？应该不要用那个，用别的。真的吗？你赶快直接把他打死啊！我有 A O E 啊。好，我说说看。哦，one shot one kill。哎呦，这个我收，这个我收。聂宝，你打左边的。好。千万别打我，我被破甲了。哇，哎、欸。哇。还好。来了，注意我的伤害哦。哎呦，可以。接下来注意我的伤害啊！黄金根，嗨，哎呦一，这么会后影呢？嗯，来啊，三打一怎么输啊？这怎么输？哎，全用了，全用了，用了用了，我用掉了。然后我闪吐他，闪吐！你看，加马是哪一类？哎呦，别打我、啊，兄弟！他闪你耶！其实我刚刚太早进入洞了，这样外面的怪好像有点难打。哎呦，你等一下应该都换我们了、哦，你射一下，我补一下。就我来，就我来。我也可以，我也可以。碎碎碎！啊，世界恢复和平了、啊，大家各自去练等吧。哎、欸，传送门呢、欸？哎、欸，就给谁呢？我觉得 我现在是没衣服啦，我可以拿。你会扣力量哎、欸，我那件给你，我那件给你。好好好。我有这样，哎、欸，我没衣服。哎、欸，这个就是你的，这个是我的吧？啊，穿。哎、欸，我有衣服哎、欸，抱歉。靠，你拿吗？哎、欸，你跳过了吗？我跳过了，你拿，你先捡。给你是。哎呦，这根棒子我先吃、欸。这根棒子终于来了、欸。那我要怎么给你？等下外面给。好，哎、欸，谁没有衣服？我有一件，我给念宝了。好。好温暖，哇！你终于有衣服穿了，哎、欸，我好坦哦、啊。为什么你现在可以给他、啊、三角？我怎么不能给？刚刚可以给啊，刚刚是我的回合啊。哦，现在可以给了。刚刚轮到我的回合好吗？过吧过吧，他有了啦，衣服一件就够了。一模一样吗？嗯。好哦。对，同台观众十二个月，时间过得真快啊，一年啦、啊，走吧。该去摧毁膜拜装置了，73%几率，可以了啦，这怎么轻而易举啊？这个如果我死掉，我直播投币。好，
你本来就没穿。真的吗？我只剩内裤。分钱了，分钱了。这业力三个月，好，分钱了，分钱了。大家这一场辛苦了，这个胜利是属于大家的。没问题啊，分钱了，分钱了，开始打好怪，打海怪了，走私海怪。哇，太远了吧，佩德里。分多点啊！我先去村庄。好了，多点啊！这多给你们一点啊！分多一点啊！你们要打这打个战熊。战熊啊！三十吧。打打，来分钱分钱。战熊哎、欸，这个好像懒猫都可以单挑他了。我们三个一起上，他是要死无全尸喽。哎、欸，他算是哑人吗？是，类哑人啊。你那你打他比较痛吗？欸、没有啊。应该是要换武器吧，换、欸、古弓。他、啊、不是换了吗？古弓。我换了、啊。没感觉啊。没感觉啊。哎呦！哎呀！加七速度哎、欸。这个是聂宝的哎、欸欸。不是吧？你的啊，看那个，看那个生命力的啊。这你最你最适合的东西。好吧，那给我给我。可是攻击力有点低哎、欸哦，看你好，看你好吗？攻击这么烂。你自己、欸、你自己考虑一下。我不要。你要去哪里？刚刚大家都通过了，大家都通过了。我收起来了，我收起来了。哦，你今天要去哪边？欧尔顿、佩德里，哦，往左上走。嗯，再见了。你既然往左下走，我就不理你了。不会啦，我速度超快。我的。嗯，经过那个洞穴出来哦，外面这些怪都看不上眼了。妈！哎、欸，这个会每回有扣八滴哎。那、啊、你要赶快这回合杀掉他！你考屁啊！我怎么杀掉他？我被晕了啦！你自己解决啊！痛啊！你快点啊！等一下，快杀他！你要砍、哦、巴迪，哦，哎，还是靠我自己，用啊！不是我的回合，我的回合还没有到，我在养精蓄锐啊！气死！老皮、欸，老皮头盔哦，你们应该都有了吧？拿去卖吧，拿去卖吧，垃圾！哎、欸、哎，这我没有，没头盔啊，哪来头盔啊？盾牌不是原本就有吗？没有头盔啊！你没有头盔？那你头上那是啥？现在才有啊！哦，下一个灾祸是一个黑黑的敌人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下面有个卡片游戏哎，我会经过一下。哎、欸，要不要我给你们开传送门啊？卡片游戏哎，你的回合啊，乌鸦。卡片游戏是你的回合啊！哎，那么一点钱，我不屑啊！我要练等啊！快拿啊！拿钱啊！我不缺钱啊！我缺，给我！还不蛮简单的，哇！哎呦，哎呦，捡到钱，捡到钱！来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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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他！谢油腻的鲁鲁修，感谢三个月，给他一刀，给他一刀！我用这个全满，我帮你加攻击，可以。等等，去下一个城镇，想要什么我都买给你啊！没问题啊，给我给我给我！你哪能收啊？我收着。哎、欸，刚刚那个会传送的开门的那个卷轴跑去哪里了？在我身上啊！你要不要开门啊？我的智商开门。哎，都一样啊。我的智商开玩笑也差不多。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是差不多的啊！哎呀，不然走得很远呢、欸。那你们也得到我先到我旁边啊！那你过来吧，你过来如何？我想杀这个兽人袭击者哎、欸！你要单挑、哦，不好吧？没有我在、欸，而且你们一直没有去打那个风化的符文石哎、欸。哪里？太远了，太远了，太远了。可以了，我在这边等你们。你打不赢啊！不要啊！他有那个啊，古弓啊，蛮强的。我傻了。
屌屌打哑人。我是说那个怪不要来不要来闹你哦。哎、欸，你的衣服哎、欸，一模一样，会降防御。跟我身上的线一模一样。你觉得回避率有比护甲好吗？我觉得意识比较重要。我要这个意识啊。啊，我已经杀一坨。换我秀，换我秀！哇，三只！换我秀，换我秀！宝宝，我们该过去救他了。不用啦。我可是从矿山走出来的男人啊，虽然我的攻击力没什么提升，但是请看我的 AOE 还是很强的，只要 AOE 两次他就会死。嗯，我看出来了。嗯。他们可以动快一点吗？哎！他们要快起来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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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们快起来了！这样够快了吗？哎呦，不要哦，不要哦！这样子够快了吗？别啊别啊！你意下如何？没事没事，要换我动要换我动啊！哎，不痛不痛，看好，看好！会怕，会怕会怕。不是省一点血啊！哎、欸，掉了个护盾呢！哇，掉了个鞋子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！哦，掉了个老皮头盔，什么都有啦！哇，整套的，整套的！我有，我会飞。你要不要也秀一下你的啊？啊，算了，你赶快走上来吧。我带你练等啦、啊，两等的。海怪杀手不会是要抛弃我们吧？我觉得你应该打不赢那些哦。好，我们一起走，我们一起走。这哈哈一一二四，真好久不见。哎、欸，咬我、欸！是你们的队友啊。哦，我们一起吧。哎、欸，这个东西我射它超痛哎、欸。真的？你射鸟也很痛吗？超痛哎、欸。普通吧，哎、欸，你射中它的右眼。普通。换你，要换你。你一只，我一只，你自己挑。miss。哎、欸，我们的武器，现在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我们的武器真的很坑哎、欸。现在请开始你的表演，不错，你打的不是真的是跟我差不多呢。我打飞行系的比较不痛。哦。嗯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我们赶快去下一个城镇买装备吧。你可以开门吗？你把卷轴传给我，你把卷轴传给我，我开门了。我们开门，我们开门。可以传得到吗？我走一步，可以吧？你是这只吧？直接到左上了。嗯，使用，使用重袭，往收复拉比。嗯，我到收复拉比了。太近了吧？这也才六步而已。啊，不是啊，就只能飞到这里啊。你还是去六步，然后去旁边那个啦，风化的符文石测试一下你的智商了。不是啊，剩两步，我哪里都走不到啊！我剩两，不是还有两步？我两步哪能走到风化的符文石啊？不行啊，我要去，我要去鄂尔顿啊！三步才能到鄂尔顿哦。好奢侈哦，真的。我觉得冥想可能比较赚一点。休息吧，好，我等等你们。那个风化的符文石再加六经验值，不屑不屑。哎、欸，快上车上车！我想一下哦，我也去冥想一下好了。哎，算了，我有两个。不用啦，你原地停着不动就好了。以你的智商，我看风化和符文石不适合你。我看你们两个都不适合啊，赶快过来啊，那个很浪费哦。开那个牛头怪。哦，烟斗升一升哦，好啊，等等升烟斗啊，去下一个城镇再升吧。牛头怪。别开玩笑了，上次那个牛头怪，不会，这次没那么强。我们装备应该不错吧？你认真？真的？我吸得到吗？来啊，谁怕谁？我现在装备有点差，但是我还是可以打的。哎呦，这都能成功啊！好，先打谁？我现在逃跑。先打两边的，先打两边的。
我现在逃跑来得及吗？我看他的护甲。哎，有我在，有我在，你不用担心啦、啊。等等，用专注啊！大家谁省？用，谁省的就自己死啦。我会帮你们收尸的。我现在逃跑来得及吗？好，我要用专注啊，不用担心啊，我有专注。等一下哦，我想一下。啊，哪一只？右边那一只啊，快点啊！但没什么用、啊，68%有点少哎、欸。可以了啦，上了。上了，海怪杀手还有啊。哦。九滴，哎，普通。我来。嗯。哦、怎么那么爱砍你啊？还好你有草啦，不用怕。Hello? 不用怕，你有草。哎、欸、，AOE 没出来啊。没事，吃草。有没有用安全距离啊？还是你没有？没有这种东西，就射死他就对了，怕啥？九滴，不错，我家里有个黄金草。哎、欸，他打你就不痛啊？打我，有种打我！别啊！你就会死了，刚会死。谢小哈波哥6个月，镀金了，很难镀金。我先刻好了，不要刻草啊，刻啊！没事，我等等再给你们买一件新的草，你们多吃点。啊，漂亮！那完了，靠你 AOE 了。啊、嗯！打我！打我就对了。给我一点草，哎，好，我 AOE，AOE。哦，是哦。好，再打死中间那个发酵茶、嗯，这你都敢吃？这是舍工、oh. 舍房加工哦。哦，对啊，反正被打就死嘛，没差。对啊，赶快吃一吃，赶快杀掉。中间的，一定收。可以。剩一个人，剩一只。打我。啊，打你就对了，又不会痛。你看就不会痛嘛。我有点后悔开这支。17滴，哦，要不我缓他一下，大家意下如何啊？算了，打伤害吧。杀掉，我可以杀掉。来喽！一人一下。我尾刀。嗯，请用专注。哈哈哈！哎呦，谁要死？他到底要打谁？打我！我、哦、靠！我的锅。没事，哎，我制裁他。妈的，这个是谁叫我们开的、啊？到底是谁啊？怎么会这么强啊？我逃跑了，气死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没经验值很多哎、欸，经验值很多屁用哦！我拿不到啊！救他！路过都救他！好啊，我路过的时候会救你的，不用担心啊，有我在、啊。我帮你看一下欧尔顿还有什么值得买的。我来救你了，复活！复活会花啥力啊？会花一个生命啊！哦，我看到了。我回家睡个觉好了。嗯，你这个血量。服务，有没有特别的服务啊？你快用吧，用了快过来。好，因为刚好我可以传送过去。哎呦、嗯，旁边那是什么？你要传送去哪里？神器耶！哎、欸，借一下任务，哪有神器？哦，对哦，有神器耶！你去拔一拔啦！好，去挖一挖。哎、欸，接个支线啊！他还在跳啊！按任何顺序完成。他们要减少混沌还是物品还是黄金啊？混沌吧。混沌是。哎、欸，物品有一个30物理伤害的弓，哎，真假、啊？那拿那个，就拿那个。可它易碎啊。哦，那不要吧，那你别拼吧。可是它是计算意识的，我怎么可能会失败啊？哦，那你就拿翻了看呢、啊。
井水用专注拿专注很赚哦，那我等你去开井水好了。哎、欸，你要怎么回来啊？回来？要怎么去啊？怎么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啊？他说要去哪里？他这边有勾践哎、欸，好像是单手勾践，加16攻击力。我勾践我知道，坚固。嗯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你要不买船吧？你买得起吗？我哪买得起船啊？我先休息一下。那你要不要自己回来啊？我自己回来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你记得生烟斗啊！你记得生烟斗。我要生烟斗，没钱生烟斗。生烟斗会花回合吗？生烟斗应该不会吧？我升个2等烟斗好了。算了，升1等就好了吧。右边有一个石头英雄加36经验欸。嗯，我看到了。还有一个黄金增倍器20%，财富圣所。但是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做。许愿。嘿，哈哈哈哈！你获得什么？加一任选能力，我要加专注。娱乐捡到钱，很爽。好，我要来，你去拔神器吧。哎、欸，那我们先去右上角了吧。我们去右上角练等吧。可以啊。啊，你自己想办法啊。哇，哎、欸，单手的吗？单手的，海怪杀手的武器。好、啊。那我先拿起来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测试所的实力。实力很棒。棒！你的实力真的很棒。再测一下，你再测看看。啊，不错。真的很棒，现在年轻人真的很棒。我先去打个炉石。冷猫，你怎么回来啊？你会不会遇到事件啊？哦，你会中毒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你怎么那么怕、啊？干！冷猫，别想了。哎、欸，两个多走一步啊，好虚哦。哎、欸，明明是一趴也失败。冥想要花一个回合的吗？哎、欸，冥想不用花回合哎、欸，好爽啊！我去找上面的人。买烟草不花回合啊？你为什么不买烟草？不用不用，我已经买过啦、啊。咦，我跳过了。你还要去拿那个石像？你以为你拿得到吗？好啦，你赶快去拿、啊，不然你真的受不了了。你把专注用一用就可以拿啦。欸、要是给我拿那个石像，我就升级了、欸好啊。那我去拿圣镯好了，就右上角。好巧啊、你也是是不是？我也是、欸、好啦，我拿了、喔。拿，你拿。你不要花专注拿吧，朋友。不是啊，花完专注啊，拿了还会全满的、啊。真的吗？对啊，他写说。对啊，他会专注满啊。专注会满啊！哎，我膜拜一下，没事，我四等带两等，我很有经验。专注六哎，我的天，我的天啊，专注这么高！先打灾祸，都不知道灾祸在哪里。灾祸是这个吧？是来什么图标？但是我们打不赢的。哦，这次就是灾祸。这个啊，右上角这个啊，怎么拼点啊？哎，我们可以打这个灾祸，它就只有一只而已，跟刚刚那个我断了石头一样吧？断线了，我断了。哎呦！哇，我看一下，你是不是对那个石像有意见啊？没有啊，不是啊。你对石头雕像有意见吗？没有没有，他自己断掉了。我开了五三个五三个五。
好啊，我就按确定，石头雕像给你，石头雕像给你，没事没事。没有。希望不要不见。应该是从，应该是从你跳过一个回合那里开始吧。往好处讲，我们已经超越上次的自己了。嗯，我们打败牛头人，我们不用漂流到海上了。哪有上次也可以打赢牛头人啊？上次是打输什么东西啊？勒布朗，勒布朗吧。对，上次明明就被牛头人杵到飞起来。哪有上一次我有十几防御、欸？从哪里开始啊？我在哪？哎、欸，我可以动哎、欸！我的天，已经升级了。哦，我已经升级了。哎、欸，要不打这个史诗的土窑吧？不然呢？他五等啊！整等灾祸要来了，不是啊？灾祸一定高我们两等啊！好，这不是灾祸吗？哎、欸，这是灾祸吧？主要任务啊！啊，那别，快去练等。好的，那我们从右走右上喽。走，我们快去练等。哎呦！哎呦！哎、欸，打死他！这个会偷钱的。运宝箱？不是，这个会偷钱的。好，那我们先往左上。来，我们一起杀他。这个要完美就可以杀他。我准备开他喽，大家准备好。我要去拿那个蓝宝石弓啊。哎、欸，这个浩克我记得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只能走两步啦。你怎么只能走两步？你搞屁啊！要不要开宝箱啊？开宝箱我就来了。开。对，你哎、欸，你们换武器吧，换那些比较好完美的。完美就能杀他，是不是？只能完美杀他啊！只有完美可以攻击到他。那我特别完美哦。哎、欸，我有一把短剑可以给你啊，聂宝。好吧。这把短剑绝对让你戳死他。请把它装上去。神秀的短剑，看神命，然后我先换。嗯，好，换了吗？等一下哦，我要装我的那个。你把黄金针给我啊，对，把那个盾牌给我，我要盾牌。你要盾牌啊、哦，来，我给你一个。加一防了，黄金根哦。黄金根呢？我是超级工具人，来拿。好。钱都在你身上，工具一下也还好吧。我进了哦，幸运宝箱没错吧？嗯。对抗灾祸，哎，有什么强化攻击力的药草都吃一吃啊！强化攻击力用一用啊！干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哦，完美要75，八十，一百。哎，你再砍11滴。好，我还他数。他不会被晕的，有个北兰的。哎、欸，这回要杀死他、啊！哎、欸，137块啊！喂，他要走了！他怎么要走了？你怎么知道他要走了？他投完钱就走了。用力啊！哎、欸，他要走了啊！惨了，来不及了。哦，哎、欸，我可以嘲弄他吗？你嘲嘲看啊！来打我啊，废物！你要打你？可以，有可以，专注全用了，专注全用了。哎呀，我怕啥？专注用了，这钱是一定得拿回来的。蓝猫，完美！是。好加载，差点。哎、欸，没事，这样钱了，然后你再拿回来，有利息，哎、欸，会加九好几趴，哎、欸，有利息，哇，还有钱哎、欸，再给我利息，哇，200多块，来，大家分钱了，我、哎、呦，等等，我的吧，我的吧，哪有我的加运气的、欸，他有加钱的、欸我这个躲避网哎、欸，没有，我来，不是加钱的，这是我的啊，你们是吗？你们不给我这个偷窃免疫，等等钱被偷了。那没关系，你钱给我，我偷窃免疫。不用，我黄金倍增，我这样领钱领的比较多。哎，你比较高，我才能 solo 啊。
欸，我们打，欸，那个双防都是双防都是六，欸，很强，欸，我双防都是六啊，谁啊？那个浩克啊，我要去那个魔鬼系团住啊。你要走这里？哎，欸，搞屁啊！一起怼他，他找死是不是？他真的找死，欸。哎，欸，他有物防，哎，欸，算了算了，你还是打他很痛吧。我还是可以吧。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啊。哦，我觉得可以，欸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要给我两回合，这样加起来是不是九滴可以？可以啊，我觉得可以啊。哎，欸，他直接九滴，欸，他不用两个回合，欸，哎。我们二打一啊。他不用两个回合，欸，哎。我们二打一啊。嗯，对哦，也是有我在。对，你看这样子伤害是不是够了？来来来，为什么你不拿那个？我怎么觉得你前面那个棒子还比较强啊？还会晕机耶？他免晕，他免晕。我看穿他，所以我故意不拿了。你那个棒子不是还有穿透吗？哎，我好像买一把武器哦。你刚刚在隔壁那个城镇有没有看到啊？没有，哎，没有你的武器，我刚看过了。好惨哦，哪里才有我的武器啊？我们现在要怎么走啊？我去帮帮猎宝好了。好的，那我们要去，我们要去找那个，啊，我们要找那个弹柱啊，跟猎宝需要那个黄金倍增器的那个财富圣所吧，是不是？哦，有高山，哎，哦欸，突然有一座山跑出来了。现在马可先生的七个月，沼泽最多只能走三 D， 我力量你等级怎么跟他差一倍啊？我咋知呢？好了，我过来掩护你们啊。哇，哎，娱乐加钱，捡到19块。猎宝要爬山啊！哦，来爬山了，爬山了，想吃草。刚好可以爬山啊！移动速度变这么慢了，这里最多只能走三格的样子。哦，难怪。你确定？哇，在高山上！哇哇哇！好，这把好啊！还行吧？还行还行。我把我配置用好了。哎，欸，那个财富是，哎呦，哎哎哎，欠杀，欠杀，欠杀，送经验的，升级升级了。哎，欸，我觉得上面那个圣所给我好像比较强，欸。我是不是伏击不会失败的那一种人啊？可你的会重复吗？我的好像就不见了。可是这样我拿的钱比较多，我就突然 solo 掉一只了。好啊，好吗，欸？给你啊。哎，算了，那你拿吧。哎，我拿好了，我们钱多一点，我多买一点草给你。宝宝升级啊！哦，拿过就不能拿了，好吧？这 KOG 919，好了，赶快拿吧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我以为会盖过去，欸。哎呦，怎么办呢，啊？我这个血，我要吃一个胡须了，我很害怕。我要在这里赚钱。好爽啊，一直加19块。谁可以开浩克啊？最多守3步。我不行，我只能弄2步。你好惨哦，喔。按续福德可以看商店卖什么啊？是这样啊？好像有人走进去才行吧？哎，欸，你拿到了，欸，要不我们开船回去？是啊，我们还要去欧角那个尤尼布尔格啊，不然你们回去。不是啊，猎宝宝要拿着圣所啊。哦，好啊，那我们就走过去啊。来啦，这地板是碰到就会堵。混沌开始加啦，会，我只能吃啊。哎，欸，要中毒了啦！我们买船过去，你们意下如何啊？船很贵呢，也是可以的，但是我也是可以的。我买船吧，不然我们走太慢了，每次只有3步。可是你买船，船应该可以，还要去圣所，哦。没事，在圣所让他下船。要来接我吗？聂宝，你直接开，你直接开那个专注走到圣所啊，可以补专注。好，然后我就开船走了。刚好，呜呼，中毒喽！
奉献。嗯，好，是你的毒解掉了。换我，换我，你们别动，我可以把你们吸上船。好，那我在这边等你们，是不是？来，上船。哎呦，你们要怎么上船啊？那怎么吸？搬运派对、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好，还有四步啊、哦，来，高速开船，停，漂亮，下船，哎，还要再走吗？要啊，到那个油泥布尔科，再绕一圈嘛，绕到蝙蝠那了，还是要在这里下？谢谢王子牛，感谢十一个月。蝙蝠那好了，蝙蝠那边欠伤啊，蝙蝠看、啊。但是我们只会，我们还是要中毒哎、欸。啊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中毒就中毒，沉正经一下，我直接下船啊。下去了，下去了，下去了。你要在这里下？哎，不错，专注用下去了啦。这个我来吧。哎，你要用哦，用三个专注啊，捡到一个专注哎，好爽哦，好爽。耶，好，我吃了，我吃了。哦哦哦哦，那道具不是在我身上吗？你过去市场。你这个有啥用？哎，接任务，接任务，接任务。你怎么？你先叫我。减少混沌哦。好啊，减少混沌吧。好啊，好啊。我想买那个武器。哎呀，很近的。在哪里？左下。哦，没事，都开船回去。我们杀了那个。哎、欸，这样我们不是要中，我们不是要中毒两次吗？你买哪一把武器啊？我直接买给你啊，你就不用中毒了。哦，好主意哦，来，我给你钱，把我家当都拿去吧。加前行有哎、欸，有加前行，你去你去吧。哇哇！哎、欸，这把碎掉了，你是不是就跳更啊？谢谢 M I C N C， 感谢五个月。要聪明人，那我知道。哎、欸，我看一下啊、哦。嗯，神之胡须买个几个如何？神之胡须全买吧。然后就给我那个武器吧，虽然没差很多。那个琴吗？啊、哦，好、哦，买了闪人吧，看你要不要补个专注什么的。冥想会停下来吗？不会不会，多少钱啊？别太花钱啊，其实我们也没有很有钱。哎，走回船上。我不冥想，我回不来啊。你两步就可以啊，可以搬运派对啊。不早说。强、哦、风、欸，开开走，开走，开走！啊！刽子手已经醒来了。谁被附身了？玩家被灵魂附身了。你被附身了吗？没感觉啊。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没感觉啊，我觉得我还是我。我是梅林。不骗我。我是好人。他在哪里啊？那个坏人。玩家被附身了，所以是我们三个其中一个。我看到他了，他超远的哎、欸，我们当然要开船过去。他感觉就是一个有装备的怪物而已。对啊，就跟刚刚那个前面的有装备的怪物一样。看到看到了，绞刑台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怎么走那么慢啊？这跟在沼泽上不是一样吗？可以我们会有强风啊。